马桶的高低，由这个控制哈。他后来发现这个可以调整，我把它调高以后就，调高以后达到最高，只要最高它就一直进水。那这个鱼也是上升到中央，上升以后水量比较够了，它出水好像就好很多。试用过一次那个，后来冲得比较顺了。